细语之读者信。细语社是一个致力于传播心灵文化、传递心智知见、弘扬共赢互爱的社团。我们渴望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在梳理多维意识流的同时，把不同于当代认知局限的知识传递给渴望了解多维宇宙实相的朋友们，从而让集体意识实相中有溯本清源的一股清泉可以流经干涸的心田，把不同于当代伪装层中科学论述与宗教理念的另一种精微奥义清晰地展现给我的读者们。我知道这会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能看到这些文字的人需要极大的机缘，但当你品味过我们的作品后，你会发现这就是你多年来一直默默寻求的真相与觉知。每个人其实都在自己的骨子里知道什么是事实，或许你无法把它准确地表达出来，就好像某一个童年中的旋律，你有印象但无法再哼唱出来，但你明确地记得那韵律的感触，那是心弦会随之共鸣的声音，家乡的味道。细语社按照知见难度的阶梯，陆续推出逐步深入的心灵书籍，从启蒙到大成，从知见到练习，从懵懂到通透，陪你走过人生的迷茫与困扰，成为你的朋友与心灵的支持。我们愿化作你的帆桨和翅膀，带你进出四海三界两极一气，找到心灵的港湾，铺设天阶的桥梁。在这个关键时刻，请与我们携手做出最有利于你心灵成长的努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良知与良善融入到自己的日常习气里，知而践行，行而端心，让智慧增长，情志安平，喜乐人生种种浪潮，豁达通透地顺利达成本层次内在意识毕业的标准。本系列书籍只为推开一扇窗，打开通往多维时空体系的大门，引领读者走出固有的固化成见。我们尝试用最通俗的例证、最当代的知识结构、最亲民的汉语言辞，把最深奥高深的奥义娓娓道出，说给你听。细语社全体同仁出于对生命赤诚的爱心，奉献着自己的热忱。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公益组织，你们的支持、关注、转发是滋养我们可持续发展的心流能量。或许我们此生都无缘见面，但我们借助心灵的共鸣相互依偎，让心灵不再孤寂，让自我不再迷茫，让世界因你我的努力而更温暖、更贴心，让我们的孩子们可以有一个更良善的心灵环境，感受到生命的善意。这就是我们为之努力的方向与初衷，也是我们的热忱所示与所在。我们真诚地邀请你，我敬爱的读者们，加入我们的行列，与我们并肩而行，让闪烁的萤火汇聚成光的河流，乃至爱的海洋。行动是一切存在与发展的本质，我们渴望用我们的行动温暖你的心，也同样希望读者们可以把知见真的转化成日常的行动。习气引发业力，又源于无明。我希望大家可以借由学习新知见的机会展开行动，缩短自己当下所事与自己渴望所事间的距离，调高自身的自我价值，最终能在回顾此生时骄傲地对自己说，我努力了，并且做到了，我达成了自己那看似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不枉此生，
不负青春不负卿。细雨，2022年7月17日写，2023年10月9日修订。